Yeah. Today, your body, is there anything uncomfortable? That's good. You see, what you want, I brought it to you. Thank you. This one? 江海，哎，江海，你咋回来了？这不过年了吗？回来住几天。哎，踩过自行车吗？没呢。没啊，试试。别了，等会弄坏咋办？没关系，就试试嘛，来吧。 快点！来，哎，你小心点啊，摔了我们可扶不起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上来了。那一只脚踩，一只脚骑，就这么简单。来了，扶稳了。好，好，走。 我叫你骑车，不是叫你摔车。<笑>玉兰妈，忙着呢。哎，六婶来了，啊，坐。 看看，这是方家儿子的八字儿。好呀，方家少爷啊，看上你闺女了，这不就看你的心思了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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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呀，方家少爷啊，看上你闺女了，这不就看你的心思
有没有发现这萤火虫越来越少了？可能冬天就快来了。其实今天六婶，就差一点儿。你刚说什么来着？啊，没什么。你走。真好看。
玉兰呢？六神已经把你的八字给我了，在昭君神龛下面压着呢。今天已经三天了，家中平安无事，刚好路过，所以来看看你。海嫩子干嘛？叫大嫂。大嫂好。玉兰呢？你说我们一定会顺利合婚的，对吧？走。玉兰，昨天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你真的要嫁给他？这八字也合了，怎么不见得有人来下聘呢？哎，你爹呀走得早，家里什么也没留下，这家里日子过得是一天不如一天。如果你要能嫁个好人家呀，也算你的福分。哎。云兰，咱们走吧。冬天到了，我不想再去抓萤火虫了。云兰，
冬天到了，我不想再去抓萤火虫了。玉兰。